大家好呀，我是花猪。本期是对 3.6 卡池的四星角色和武器的详细分析，希望对每位想抽的朋友有帮助。记得点赞加关注，为想抽的角色和武器积攒欧气，每天收看花猪我的视频，保证不会让您错过各种原始活动和资讯哦。首先，新四星卡位在第二期卡池，所以我们只需要分析五位四星。这是目前最久没有复刻的四星角色，按照时间来说他们都有可能，不过请大家看一下 3.5 卡池的四星，他们都是蒙德和虚拟角色，因为 3.5 是风花节和虚拟剧情，而这次 3.6 是里约和虚拟剧情，所以这五位角色复刻的概率最高，何况多利还主持了前瞻。另外，由于第一期卡池是草神尼禄，九七人也是有可能复刻的，当然官方是自由的，大家可以把想要复刻的角色打在弹幕上面，让官方看看呼声，也许就复刻了。第一期卡池可能配置的是前面四位，第二期则是里约的两位，刚好对应了五星角色。至于五星武器就非常好猜了，第一期草神和妮露的专武，第二期白竹和甘雨的专武。这里提醒一下新人朋友，优先抽角色，角色越多配对越灵活，面对深渊不同的怪物才有更多选择。